Jesus. What is that? What the fuck is that?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居然可以用 PS4 运行 Xbox 上的独占游戏《光环》，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我们给 PS4 装上了 Linux 操作系统。那么问题来了， PS4 它除了能玩索尼的游戏之外，究竟还能干多少事呢？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折腾一下看看吧。先来看看需要准备些什么啊。其实想要给 PS4 装上 Linux 系统，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大多数人应该都不行，因为它要求你的系统版本在 5.05 以下。哎，这个听着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啊？是不是讲到什么敏感话题了？放心啊，不会的。给 PS4 装 Linux 呢，和某些白嫖的人并不一样啊，因为 Linux 系统什么都能干，唯独玩不了 PS4 的游戏。但是装 Linux 有一点和白嫖是有点类似的，就是他们都需要利用到系统的漏洞，所以说你依然需要使用 5.05 以下的系统。顺便告诫各位啊，我们的节目里是不会涉及任何白嫖游戏的相关内容的，也不会提供任何不劳而获的方法和工具。如果你听到白嫖两个字呢，就想着免费玩 PS4 游戏的话，我的建议是你可以买一个 PS Plus 会员，每个月都会有免费的游戏可以玩。除了 PS4 之外，你还需要一块 U 盘用来存 Linux 系统，如果能用 SSD 的话那会更好一些哦。然后你需要准备一套额外的键鼠，对于普通的 PS4 还有 Slim 来说，因为 USB 的接口比较少，可能还需要用到一个 Hub 才能接这么多的设备。行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在你的电脑上登录这个网址 psseta.it， 进入 PSSetouch Linux 的页面。这个网站是意大利语的，可能需要用一下你的翻译。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 PSSetouch 是一个基于 Arch Linux 的发行版，专门为 PS4 设计。这几位开发者呢也很人性化啊，做了一个比较简单完善的页面教程。我们需要在这个网页上下载三个文件，用来进入引导和安装 Linux 系统。在安装前呢，我们先检查一下 U 盘的格式，最好是 FAT32， 而分区表一定要选 MBR。没问题了，就把三个文件拷进 U 盘里，插上 PS4， 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干了。打开 PS4 浏览器，输入一个 Linux Loader 的网址，官方也提供了一个 Loader 的地址，但是那个国内不一定能用。我这里用的 Loader 是自己找的，是给 4.74 的系统机器用的。下载 Loader 的时候呢，可能会报错，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来个几下呢，机器就自动重启了，我们稍微等待那么一会儿。哎，引导成功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输命令安装 Linux 系统了。这个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系统会写进你的 U 盘或者 SSD 里，它不会覆盖你原来 PS4 的系统啊。好的，一顿饭的功夫 Linux 就装完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启动 Linux 了。哎，爽，这个就是 PSSetouch Linux 了。那我们来看看这玩意预装了哪些东西吧。哎，这个 game 里面有好多模拟器啊，但是这些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底下这一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Steam， 有了 Steam 之后，这个机器就成了一个 Steam Machine 了。我们手上的正版游戏只要有 Linux 版都可以玩，突然间就多了很多的乐趣，是吧？然后这还带一个火狐浏览器，可以上网。哎，这就是个 PC 嘛。你看这个菜单还有个退出按钮，可以让我们回到 PS4 原来的系统。哎，有意思啊，有意思啊。那我这个人呢有点强迫症，我要先更新一下显卡驱动，不用最新的驱动不舒服啊。他现在用的呢是开源的驱动，我试一下能不能安装上 AMD 官方的 Linux 驱动。哎，不行，直接报错跳出了。看来 AMD 没有料到你会给一台 PS4 装驱动啊，不支持也挺正常的是吧？所幸我在 PSSeta 的社区里找到了最新的开源驱动，可以支持 Vulkan 的 API， 那我们就更新一下开源驱动吧。行啦，万事俱备，是时候来找点乐子了。关于这台 PS4， 我们有些什么能试的呢？有什么游戏是 PS4 上玩不了，但是 Linux 上能玩的呢？CSGO 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CSGO。 CSGO 原生支持 Linux 系统，用的是 OpenGL 的 API， 所以理论上应该玩起来还挺顺利的。那我们打开来看看，哎，果然好像还挺顺利的，这个 3D 的界面已经显示出来了。那我们开个 1080p 的低画质，先跑一个国图 Dust2 看看是什么性能吧。
行，我们进去了，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啊，40多帧。哎呀，哎呦，人一扎堆他就掉到20帧以下了，是吧？这个非常尴尬啊。你就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看我都能打死好几个电脑，说明我这个枪法还是可以的啊。没有人的时候，它这个帧数就比较高了，30-40多帧，玩还是能玩的。那我们把分辨率降低一点看看啊，降到 720p 会不会好一点呢？可惜并不会，这个帧数还是老样子啊，低的时候还是会掉到20多帧以下，降了画质也没用，这很明显就是 CPU 的瓶颈了。 1.6G 的主屏如果没有主机优化的话，确实也蛮蛋疼的。但是至少 CSGO 这游戏玩还是能玩的， PS4 上玩 CSGO 这个已经挺厉害的了。那我们接下来试一试 Dota 2吧，也是有意识的原生支持 Linux 的游戏。那 Dota 2这个游戏呢，就有一个好，它支持 Vulkan API， 我们可以在属性里启用 Vulkan API， 安装上 Vulkan 补丁，游戏打开好像也挺顺利的呀。那我们在设置里面切换到 Vulkan， 我们试一下 1080p 最高画质开一场录像看看性能啊。哎，这个明显不太行啊，这帧数就20多帧的样子啊，基本上是没法玩的呀，这怎么玩啊，是吧？那我们把画质降低一档看看咯。哎，画质降低了之后基本上能够跑到30多帧了，平均的话30帧左右吧，基本上是能玩，要求不高的话呢还是可以的。光环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啊，这个游戏并不是 Steam 上的，也没有出 Linux 版，用的呢还是 DirectX 的 API， 听着好像就不是什么好惹的东西，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神器了， Wine。 对于 Linux 用户来说， Wine 真的是救命药啊，它可以允许你在 Linux 上运行 Windows 的 EXE 程序，甚至支持 DirectX 的游戏。而且 Wine 它并不是一个虚拟机哦，它只是充当了一个中间层来嫁接 Windows 上的运行库，所以说效率要高很多啊。实际上 Wine 这个名字本身就挺好笑的，它的全称叫做 Wine is not emulator， 缩写一下也叫 Wine， 是吧？也很有意思啊。不过 Wine 配置起来比较麻烦啊，所以说我们用了一个更加好用的东西 Lutris。Lutris 是一个基于 Wine 的 Linux 游戏平台，它可以帮助你更方便的配置 Wine。 每一个 Windows 游戏搬到 Linux 上都会有自己的配置方案，而 Lutris 就可以帮你做好整理，不用你在终端里一遍一遍的输代码了，非常的方便。比如我们现在用 Lutris 安装光环，它会帮我们配置好运行库，我们只要像在 Windows 那样安装游戏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来玩一下看看，士官长在 PS4 上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哎，这个进游戏也挺顺利的。哎，我已经听到了这个熟悉的 BGM 了啊！进来先来改一下分辨率吧，我们把它改到1600×900。好，我们开始游戏啊！我已经看到这个秋分之灯号了啊，看起来这个 DX 游戏运行好像也挺顺利的嘛。但这个鼠标呢，用着就有点难受啊，看起来明显不如 Windows 版平滑。所以说呢，我们要不就接上 Xbox 手柄来试一下。给 PS4 接上 Xbox 手柄玩 Xbox 游戏，我们这个操作是不是也蛮骚的啊？ OK， 我们的游戏已经认出了 Xbox 手柄了，但是需要我们手动设置一下键位。行了，终于可以开始玩了。哎呀， That's good 啊，现在的感觉明显舒服多了嘛。这个流畅度呢，大概可以保持在40帧到60帧的样子吧，还行啊，玩是肯定能玩的，体验上绝对要比刚才的 CSGO 好很多了，毕竟是个老游戏了吧。那我们最后再来换一个游戏试试。你知道吗？ PS4 上是没有任何一版孤岛危机可以玩的，直到今天我们给 PS4 装上了 Steam 版的孤岛危机。猜猜看， Can it run Crysis？ 孤岛危机是有 Steam 版的，但是 Steam 默认是不能直接运行 Windows 游戏的，我们需要到属性里面勾选 Steam Play， 装上 Proton。 Proton 也是一个基于 Wine 的兼容性工具，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开游戏了。能不能进去呢？不行啊，这个孤岛危机好像进不去啊，我们要不在 Lutris 里试一下安装版的孤岛危机。我们把 DXVK 打开， Runner 呢选择一个 Staging， 这个机会应该会大一点啊。再来开一个虚拟桌面，然后我们换用系统自带的运行库吧，我们来看一下行不行。好，它现在这个虚拟桌面打开了。哎，缺少文件啊，那我们要不换一个执行程序看看。不行，再换一个呢，还是不行。
看来我们运行孤岛危机是奢望了，这个有点麻烦了。一代不行的话，我们要不来试一下二代吧。二代的话呢，直接在 Steam 上面就可以运行了。他说我的显卡不受支持啊，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预兆。但是我们进游戏了啊，先是 CE3 的引擎，然后这个老黄的 logo 也没什么问题，对吧？在 PS4 上看到老黄的 logo 是不是有点奇怪啊？OK， 我们进去了，我们直接来开玩，看看能不能跑。Here in New York, they got a pretty... 完了，它卡在这个加载界面上了。我有点怀疑这有可能是 DX 的关系啊。如果我们禁用 DX11 的话，可能希望会稍微大一点啊。试一下吧。我们开启 DX9 模式，输入这个命令行，然后呢，我们再开游戏。哎，这一次就进去了。哎，挺顺利的，挺顺利的。哎，这帧数还行啊，30-40帧的样子嘛。哎呦，它一复杂就掉下去了。那么开放场景的，哇，这个帧数就掉的有点厉害了，这个只有10几帧啊，玩着实在是卡的不行啊，特别难受啊。哇，我降一下分辨率吧 ，720p。哦，这个帧数是完全没变化，你看 720p 真的跟 1080p 是完全一样，那说明这个 CPU 瓶颈已经非常严重了。而且我怀疑啊 ，DX9 的效率也是有点低下，我估计这个掉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DX9 转 OpenGL 导致的。哎，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现在是在 Steam 里面开启 Proton， 也就是说开启 One 来运行孤岛危机2，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试一下在 One 上面开启 Steam 来运行游戏呢？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开启 DXVK， 对吧？我们可以把 DX11 转制成 Vulkan 来运行，我不用忍受低效率的 DX9， 也不用使用 OpenGL 了。这样是不是效率会高很多呢？我们来试试看吧。果然有效果啊，你看这帧数高了好大一截啊。不过我们出现了之前没有图形错误啊，你看这个烟开始乱闪了是吧，但是可玩性绝对是高了很多的，我们现在的帧数已经接近30帧了，至少我觉得顺利玩游戏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这个 PS4 Can it run Crysis? 没问题啊， It can run Crysis， 我们也算是勉强完成了这个挑战了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不玩游戏了，我们来尝试一些更过分的事情啊。读取硬件信息，这个我们试试看吧。这个 CPU Z 怎么样啊？它 CPU Z 读出来了啊，这个 CPU 叫 AMD K16， 基本信息都有，8核8线程对吧？ 1.6G 的主频，包括它的缓存啊、指令集啊，甚至步进都能读出来。还真的能识别啊，这个有点出乎我意料啊。然后你看这个主板的 BIOS 厂商里面写的居然还是索尼互动娱乐，好牛逼吧？索尼的主板你肯定没见过啊。内存也可以读出来6G，它还有2G是分给显存的。要不我们来读一下 GPU Z 看看吧。GPU Z 好像不行，什么都没有，估计是它没读到显卡驱动。毕竟 GPU Z 没有在 Windows 上运行嘛，而且我们用的是开源的驱动，能不能识别信息，确实也不太好说吧。这个就算了。能，你还别说，真的能啊！看好啊，这个是 CPU Z 的测试啊。对比的话，我们要不和 FX8350 对比一下。完了，这个 CPU 只有600分不到，性能只有8350的38%。我们跟 3.7GHz 的 A10 来对比一下看看，也不如 A10， 那单核就更惨了。哇，这个 CPU Z 成绩真的有点惨啊！我们要不看一下 R15 吧？使用 One 嫁接了 Windows 的运行库之后 ，Cinebench 就把我们当成了一台 Win7 的电脑，所以跑起来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这个分数啊，真的是很惨哦，227分，跟7年前的 DRI5 的机器差不多。这个 1.6G 的超低主频真的害人不浅啊！我们来看看 GPU 能不能跑分嘛。3D Mark 怎么说？好像这个 3D Mark 还可以进去啊。我们来跑个 Fire Strike 看看。哇，全这个画面直接就破相了，明显就不太正常嘛，贴图都是乱的。但是跑起来还是可以跑的。哇，卡卡卡卡卡卡，哇，卡的厉害了，这个贴图还没加载出来。所幸我们还是顺利的跑完了全程啊，就是这个分数嘛。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 CPU 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 GPU 明显不是 PS4 的真实性能嘛，估计 One 的转接对吧 ，DirectX 还是有点影响的。那么这样吧，我们来跑一个原生支持 Linux 的测试 ，Superposition 来看一下啊 ，1080p 中画质，用的呢是 OpenGL 的 API， 这个运行起来好像要比 3D Mark 顺利很多啊，那丝滑般流畅，你看这个画面是真的一点问题没有，没有任何的图形错误。
帧数的话呢也蛮正常的，对吧？至少比 3DMark 要流畅很多啊。最后我们跑出来成绩是2876分，在数据库里面找了一下，这个成绩是比 R7360 的成绩还要再稍微强一点的，所以这个性能发挥还算比较正常吧，我觉得八成应该是有的。看来前面的性能问题主要还是因为 DirectX 这个开源驱动本身的表现其实还不错。达芬奇是有 Linux 版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用 PS4 来剪视频。你真的可以在 PS4 上安装达芬奇，我们来试试看啊。你打开之后呢，它会提示你根据电脑来个性化设置啊，然后他说我的显卡可能用不了显卡加速，那没事啊，你只要能进去就行啊。那很可惜啊，我们设置完之后呢，它的窗口就直接消失了。那我们再来打开达芬奇试试看呢，那之后就再也打不开了。哎，好吧，看来 PS4 也有做不了的事情啊，这个达芬奇确实不能正常的运行。压轴好戏肯定要放在最后了，我装完系统的时候就在想了，还有什么事情是 PS4 完全不应该做，但是在 Linux 上又能做到呢？我就想到了一个，挖矿。用 PS4 挖矿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哎，我们来试试看啊。首先我们打算用 Claymore 来挖一下以太坊试试看，需要用到 PS4 的 GPU， 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Claymore 会要求你使用 AMD 官方的驱动，就是 Catalyst 啊，或者是 Crimson， 对吧？但是我们的 PS4 只能打上开源驱动，这个兼容性上是存在问题的，所以说以太坊挖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们决定来挖挖看门罗币，因为门罗币是支持 CPU 挖矿的，所以成功的概率显然要高很多啊。哎，这一次果然没出什么问题啊，顺利的打开了挖矿程序。从我们的 CPU 占用率可以看出来，确实这个 PS4 已经在挖矿了。你看七个空闲的核心都已经满载起来了，但是这个挖矿程序好像一直没有跳算力啊，怎么回事呢？啊，原来这样啊，它的默认的挖矿难度太高了，这个机器呢算不过来，程序一直在降低难度，它最后是降到了145的难度，还是没有跳算力。那说明这一颗 CPU 的算力真的已经低到发指了。这么说吧，1000难度一般是给30到40哈希的设备使用的，那我们这个主动降低到145的难度，这个算力怕是更低吧。作为对比的话，一张 Vega 64的算力大概是2000哈希每秒以上吧，这个看样子都不到20啊，一天下来怕是几分钱都不一定有，对吧？2000比20，你想想嘛，真的是没什么卵用啊。也许1000台 PS4 一起挖还可以挖出点东西来吧，搞不好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你确实可以用 PS4 挖矿，如果你想挖的话是可以挖的啊。这个目标呢我们也算是完成了吧。你看看啊， PS4 的功能是不是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呢？其实我们本来呢还打算给 PS4 超频的，但是因为显卡驱动的问题实在是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所以这个 PS4 很幸运逃过一劫。最后呢，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麻烦长按点赞键，素质三连，也别忘了把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